你叫姥姥。嗯。啊，给姥姥看看，给你看看，他饭把饭都吃完了，吃干净了。妈妈个，啊，他你听到秘鲁。谢谢妈妈。嗯。哎呀，应该有点风这边，我们来照个相。哎呀啊，这是照相啊，不是照相，上那里边去照相，上到照相那个地方去照个相。爸爸咋去呢？爸爸咋去？头戴头戴卡拉去哪去？你先生。那个永藤哈基头三米里。我买这新的咱还不懂啊。西路有那卡古尼西达啊，1200日元照几张相，六张吧应该是，照出这么一本的。哎，这风大风啊，你看见啊，现在这样。哎，是没得的，哎呦，哎呀妈，这大风，阿海都没搬上去。爸爸这马上，爸爸的照片马上就出来了。啊，阿姐，得去他。嗯。啊。西路也照不拿住。阿路呢？嗯。啊，得去阿加路买你呢。啊，得去他。哦。西路呢？哎呦，嘿嘿嘿。啊，去哪也照啊，好。一呢？啊？嗯。啊？你要这么麻烦呢？嗯，爸爸把椅子给弄弄啊，先等会儿啊。好，站好了啊！哎，站住了，爸爸给你调整一下啊。好，站好，等着。哎，嗯。啊？好了，美女，还能得过一次。少一。有吗？哎，啊，多少小心，走过路的米色没开米色的呢？嗯，听爸爸指挥啊，站好了啊。把头转过来，妈妈看看这边脸。哎，把头反动了啊！哎，说，哎，真听话。哎呦，我闺女照相现在可是都有经验了哈，都知道怎么照哈。把头发弄的哈，好，不准乱动哈。爸爸给你调整好了，睁着眼睛，不准眨眼睛。要是说等爸爸说照相的时候哈。永久国话一起办有呢，或者 passport 的写信有呢，哎呦 passport 一起办那个信了。哎，这老伙计是不好好照，他不配合，这个眼睛是朝下看的，没照好。哎，我和他爸都这个地方也太小，我们俩也拱不进去啊。你看前边，哎呦，这能行吗？啊，黑暗迷彩阵。哎，啊，拿着，别让风刮走了哈。有疙瘩，他爸妈里有苦难有。嗯，你要看前面，你要看镜头，你不看镜头，你看看照的，你看照的，这能行吗？吉他拉开的哟，啊，爸爸在这儿，你看看爸爸都是看正面，你不看看正面。啊，你干啥？啊，对的。我们都到这领事馆了，你车也不让我们开进去，领事馆不让把车开进去，在这附近找了个停车场停下车，走路过去吧。又下雨了，你说头有呢啊？头有。哎，那个地方不好走。嗯，近的停车场没有了，我们只能停在一个远一点的停车场。啊，我们可是写完申请完了。等过两天把签证邮给我们就行了，护照放在这儿了。申请好了，签证、护照再邮给我们家里边去。哎呀妈，这要行！在网上填的也是让我填的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来了以后又让我们重新修改一部分，有些地方要修改的。哎，弄得我脑子都疼。哎呦，别把这别把鞋脚弄外边，别把鞋掉下去了啊！把脚拿上来。哎呀妈，这下边雨的水是这样，是黄色的。这脚啊，爸爸推，爸爸推，爸爸手拉手，妈妈手拉手，哎，我们回来了，这中午没吃饭，来吃一个面条。哇，我们来吃这面条了，又来吃这面条了啊，这是爸爸的，你俩去和妈妈吃一碗哈。
嗯，还有个饺子。啊！哎呦，哇！我第一次看见柴达，哦，手工有呢，哦，这种水草还开花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见这种水草开花。哎呦！你别去弄那些草，鱼，鱼在里边，你别弄它，它害怕，小鱼害怕。你这一回来你就给你翻啊，给你翻了，从柜子里边又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么弄的还挺漂亮的哈，开啦开啦，那下讲，这好久没那个，还得想吃个咖喱啊，咖喱饭，得让爸爸给喂喂的。哎呀妈呀，嗯，哎呀好吃的啊，还必须得让爸爸喂。这个爸爸这个嘴都搁这吧嗒吧嗒，爸爸也想吃两口干嘛。爸爸喂的香啊。哎呀哎呀，姥姥姥姥姥姥，你叫姥姥。哎呀。啊。哎呀。姥姥，你叫巴桑德，姥姥，大声叫。姥姥。啊，姥姥，你叫姥姥了。嗯，姥姥呢？姥姥，咱们就过来呗。嗯，哎呀，吃饭呢。我真不是。嗯，是不是啊？哎呀妈！爸爸啊，爸爸，看看你，嗯嗯，你叫姥姥。啊啊啊啊！这叫，哎呀，叫姥姥看看爸爸呀！哎呀，你这把镜头转过来呀、啊，让他爸爸看看你呀、啊。嗯。啊啊啊！这样。叫爸爸看看我呀。嗯。你叫姥姥，嗯，姥姥，啊，给姥姥看看，给你看看，他饭把饭都吃完了，吃干净了。就是的。俺妈还得拿两箱花，俺这个行李箱都拿不了，你还得叫俺拿两箱啤酒。不用，俺要是喝了话，俺就跟飞机场买两罐行了。哦，没有，那哦没有。他这个都没有嘛。妈妈个，俺这你青岛秘鲁，青岛秘鲁弄嘛塞路弄。真的，嗯啊，说，哎，说谢谢你啊，你说谢谢妈妈，嗯，阿里嘎多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，嗯，黑眼圈说谢谢姥姥，谢谢姥姥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姥姥，谢谢，这说的都是假的，你我回国跟我离婚有关系吗？是说我离婚啊？怎么就是？不那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这说的。你有些黑粉转发了，就把我的视频转发上去了，然后又弄了点儿，就是那剪辑里边弄了点那个声音那个配音。俺爸和俺妈都看那个视频了，就说我这次回国是因为和山口离婚了，所以我要领着孩子回国。俺妈看了，俺妈都觉得怎么寻思我飘了，寻思他闺女这是在干什么，怎么又得离婚呢？你们再见了。